这个配偶。对，这一种的话，就是有些客人他也不需要的话，那就不上。哦。不需要的话，就是起一个防火的作用。是。他每一个上了一个胶带以后，那就不会刮花了。你看他是在那里上薄膜吗？他工人在这边上那个薄膜进去嘛，每一个套一个。它每一个倒一个都这样，不会刮花的。哦，这样子刮。对对对，上这个条都漆漆上了，上的。没见过，真的不知道。其实也很简单，看了就是这样。如果上那个胶的人这么上也不好上，这样上起来就挺快的。这样上很快，一下就上的很好的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